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612页，啊，612页，倒数第四行，看起啊。魔恼，魔者，梵语摩罗之略，以为能夺命，障碍扰乱破坏等。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义林章第六说梵云摩罗，梵语此云扰乱障碍破坏，扰乱神性，障碍善法，破坏圣事，甚是好事啊，有利于众生之事，故名摩罗啊。略云摩，又意慧林音译第12卷呢，说摩罗，唐云烈也。慧林音译是唐朝时候编的啊，称中国话叫唐语啊，意思是烈，就是能量，即他化自在天中魔王波旬之一名。实际上呢，就是第六天的天主啊，欲界最高的这一层天，此类鬼神有大神力啊，实际上他是天神啊，他不是鬼神。能与修初始法者作流难寺，名曰摩罗。波旬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王，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第六层天啊，再往上面去呢，就是色界初禅了。啊，实际上，对于欲界，就是七情五欲没断。而第六天呢，这个情欲非常淡，魔王不舍。应当是傲慢统治的这个意念
非常强烈，欲界，整个欲界都归他统治。啊，从踏化自在天，一直到无间地狱，全是他统治。他希望他的这些人民啊，都能安分守己，啊，各行各的道，不要离开，他就怕离开。修出世间法呢，他要脱离轮回，他就头痛。他总是觉得我的人呢都流散出去了，啊，我的人越来越少了。他对这个事情很恐怖，所以对于修行人，不是真修没关系，他知道你出不去，假的，他很放心。真修行的人呢，他就找麻烦了，想种种方法障碍你，让你修不成，啊，出不了六道轮回，是这么一个原因。啊，实际上的时候，这个情欲最淡的是这一层天，啊，这一层天也非常的难得。那么修行的人越多，他就越烦恼，啊，做种种啊障碍。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降魔君，那个魔君就是波旬带徒，啊，扰乱世尊，啊，让他不能成道，啊，那么世尊还是以道力、神通、慈悲降服了魔王，啊，降服之后，魔王转过头来护法，也当了护法神。真正修得好，他也佩服。啊，所以人性本善的，啊，他也不例外。啊，可是波旬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曾经说过，他说现在啊，佛的正法相法他没有能力破坏，等到你末法时期，他说我来破坏你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任何力量都不能够破坏佛法。他就说了，当你在末法时期，我让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来破你的法。佛没有说话了，流眼泪。啊，那么现在是世尊末法时期，啊，确确实实披上佛的袈裟了，来破坏佛法，啊，把佛的形象在社会大众上完全造成负面的，啊，让人对于佛不相信，对佛怀疑，这个障碍非常之大。纵然有极少数的一些正法真正修行人，社会上人都不相信，啊，所以学佛越来越艰难了。啊，波旬有一次我在香港来找过我，啊，附体来找我，啊，责备我，他说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侵犯他的道场，啊，来问罪。我说没有，我们从我自己没有道场，从来不会侵犯别人。那他说你这个电视网络不就是侵犯我道场啊？我才恍然明白，
原来今天世界上电视网络他操纵，他掌握的啊，这就是他的道场。的确我们的电视网络没有通知他啊，所以我给他立了个牌位，请他护法，也请他来听经。这牌位上有魔王博玄的护法所以请他来护法。那有通灵的人告诉我，他说魔王对你没办法啊，他说你来软的啊，不排斥他啊，不责备他啊，反而称他为菩萨，他也不好意思了。护法的功德了，比破坏佛法好啊！啊，你当魔王，在你的统辖地区里头，要有人修行正果成佛，你的护法功德不可思议啊！如果障碍一个人，你可以障碍一时，你不能障碍永久啊！啊，第六天王也有寿命的，寿命到了时候就不是你了，换了，何必在你这个任期里面造不善业啊，这是错误的啊！中国古德常说，君子成人之美也，不成人之恶啊。造恶决定有果报啊，果报没有来的时候，是你过去生中行善的余福，你的福没有享尽。福享尽了之后，恶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呀莫及呀。啊，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有的时候命中之后啊，多度三途啊。第六天怎么能够例外呢？啊，所以想到这个地方，波旬天王要及早回头啊，不应该去障碍这些修行人。有制度论啊，大制度论当中讲四种魔啊，这是佛法里头常常讲的，都是根据大论所说的。四种魔呢，第一个是烦恼魔，贪等烦恼能恼害身心，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东西能够扰乱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身心不安。啊，这叫魔，这个不是外头来的，这是我们本身的。四魔里头三个是本身的。第二个呢，五阴魔，阴魔，色等五阴，色受想行识，能生种种苦恼，也让我们身心不安。啊，这些是六道众生不能够避免的。你在六道，你就会有这些苦恼。
啊，第三呢，死魔，死能断人之命根。啊，特别是修行人，功夫还不到位，寿命到了，啊，那么死人死了之后，你就不能再修，继续修行。纵然修得好，来生到人道，啊，还继续修行，至少耽误十几二十年，就中断了。这是折磨啊！有几个人有这么好的功夫啊？生生世世能够接着修，真的不多我们在慈悲三昧水忏看到悟达国师，这个人算很难得了。他世世出家修行，一世接一世，一世接一世，世世都是出家的高僧。啊，第十世累积世世修行的功夫，啊，成为国师了。啊，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些世间大福报的人，啊，做一个皇帝，至少要世世修善，哎，积功累德了，你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如果这个皇帝能够传位传个几十个人，享国能够有啊两三百年，啊，就三百年以上吧，那大福德了，不是小福德了。啊，出家为高僧，啊，在家为帝王，啊，都是多生多劫累世修行。啊，那么这些古圣先王，他们掌握到政权，啊，统治一个国家，多半呢有许许多的高人呢辅助他，啊，儒释道的高人帮助他治理国家，啊，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世世代代他的子孙，那都是有福报的，没有福报生不到在家里去，啊，都要能够尊重圣贤，啊，扶植伦常，把人民教好。他传代就传得久，啊，如果违反了天理人情，啊，天理五伦五常啊，人情是八德了，孝悌忠信礼仁爱和平啊，啊，违背伦德，他就会灭亡。啊，会被别人起义推翻了。这里头冷静观察，全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六道里面就演这个把戏，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一定要理解
啊，魔障是可以克服的，用什么方法？忍辱禅定。啊，只要不理会他，自己功夫绵绵密密而不间断，就能成就。啊，他障碍没有别的，是让你失掉信心。啊，让你感觉到佛菩萨没加持你，你退心了，这就真的上当了。啊，你如果坚定信心，他对你没办法。我相信佛一定加持。啊，决定不退转，他就没法子。啊，四者呢，就是。他花自在天之魔，其魔王能害人之善事，啊，不喜欢你做好事，你做坏事，他帮助你。换一句话，他很可能有一种反常的心态，喜欢看人受苦受罪。啊，人类里面确实有这种人，就是有虐待狂。啊，第六天王可能就是有我们所说的虐待狂。啊，让人造极恶的罪业，堕到地狱去受苦，他在旁边看。啊，他在旁边欣赏，应该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一些天人能回头，啊，回心向善，啊，再不断向上提升，啊，欲界天，他要一提升，就到世界了，啊，就到初禅，初禅大梵天王。啊，不断的提升，就证到阿罗汉果。啊，证得阿罗汉，就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轮回的果报。啊，第六天王没有离开轮回，寿命到了还是搞轮回。啊，因为。他恶多善少，那么他轮回不可能往上面去，那都在欲界下面，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啊，这个离跟四搞清楚之后，能不回头吗？啊，修佛太难得了，修净土在佛法里面是无比殊胜的大法。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啊，决定成佛，为什么不敢？为什么不做护法？啊，要障碍人修行。啊，这是我们劝导魔王应该回头护持正法。此中第四，为魔之本法。啊，真正。佛家讲魔呢，就是讲第六天主，啊，就是说他。那么其余的像烦恼啊、五阴呐、啊、死啊，也能叫人生障碍，啊，也能叫人退心，修学不能成就。啊，所以是
从而成魔，啊，是这个意思。经云魔恼，以魔能恼害身心故，又烦恼就是魔。啊，佛法的修行，首先佛教我们远离烦恼。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极乐世界永无魔恼者。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魔恼？这四种魔都没有。因具体事业清净具也，啊，清净具是什么呢？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是经论里面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啊，到极乐世界永远再不会有魔恼了。啊，乃住真实慧之庄严，真实之际所开示，故能会真实之力，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是讲的离体，我们讲本体，啊，它是真实的，啊，对整个宇宙来说，全宇宙都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六道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设法界也是虚妄，也不是真实的。啊，我们今天在人间，六根所接触的一切现象，科学家把它分三大类。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大类。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佛的真实语。啊，那么既然晓得它是虚妄的，就不应该执着。啊，不执着就没有烦恼。烦恼从哪呢？执着，认为它是真的。啊，想要拥有它，想要得到它，烦恼从这来。啊，真正放弃了，烦恼就没有了。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啊，一生十九岁出家就过苦行僧的生活。啊，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每一天都是在树林里头露宿。啊，树下打坐。啊，睡眠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啊，佛给我们示现的榜样，中夜睡眠。中夜就是现在十点钟到两点钟的中夜，啊，两点钟就起床了，啊，坐禅、修定、啊，诵经，啊，个人做个人的功课了。
世尊的讲经也是不中断的，啊，都给我们做出榜样，做出模范，一生没有见到场。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佛的心意都有疑惑，为什么不见道场？佛当年见道场轻而易举，只要肯接受啊，弟子当中就在家皈依的信徒有16位是大国王啊，他自己家庭，他父亲也是国王，啊，见道场轻而易举，为什么不要？现在我们知道了，道场也是魔啊，有道场就有寺，就管寺。啊，就有人就有事扰乱你修行啊，所以不要道场啊。但是有人请他在宫殿里面讲经说法，他也答应，他也不拒绝，很随缘啊。其数皆孤独缘，供养他讲经，住林精舍供养他讲经，他在那里讲了好几年啊，讲完之后离开了，还给主人，就是啊，他借用啊，就离开了啊。最后佛陀圆寂是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里面，表演的干净利落，真放下了啊，真正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是我们应该要效法的啊，这就能够远离磨难啊，守护自己身心清净啊，这个身心清净不要让外面干扰，干扰叫魔障所以这三个清净，这都是极乐世界的啊，住真实慧，真实之机，真实之力，于真实中一发清净，尚无魔恼之名，何况有实？所以魔恼的名都没有，哪里会有真实啊？如法华经云，佛言，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设修行，于此命中啊，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森莲花中，宝座之上，不为贪欲所恼，亦复不为嗔恚愚痴所恼，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法华经》上的一段话。
啊，说明假设有一个女人听到佛所讲的《法华经》，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行，啊，《法华经》最后也是念佛往生净土。啊，说于此命中呢，他就往生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啊，这是将来戒淫的时候。啊，生莲花中，宝座之上。在莲花里面就产生了变化了，啊，这个变化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转识成智，啊，完全变了，啊，三毒烦恼没有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我们知道一切凡夫在十法界里面没有出十法界，无始界以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这一些业习种子全在阿赖耶识里头，啊，而且这些种子呢永远不会坏，遇到缘它就起现行，这个事情麻烦了，啊，阿赖耶转成大圆净智，那么你这些业习种子全没有了，就是说你的业障啊消尽了，你再没有业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业障就消尽了。什么时候消的？在莲花里头消的，啊，莲花帮助你转世成智，啊，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啊，摩那识变成平等性质，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变成成所作智，这就是诸佛如来四智菩提。啊，具足这四种智慧，就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业习烦恼全没有了，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的地位就高了，啊，大乘经典常说的七地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啊，忍就是承认同意认可，对什么承认认可呢？对于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看一切法有生有灭，七地以上的菩萨看一切法不生不灭，他怎么看的？一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哪来的生命？啊，生灭跟不生灭都不存在啊，这是真的，
从相上看到性啊，相从哪里来的？是性变现的。性没有生灭，相哪里会有生灭？相是幻象、假象啊。《楞严经》上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生灭同时，生灭不可得。”啊，所以性相也不可得，能生的法性，所生的法相也不可得。啊，通通归零。啊，现在科学家提出一个观念：零即性。啊，这是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提出来。啊，零即性。一切法通通归零，归零就没有了。啊，这个跟佛法里头回归自性，其如常寂光，很接近，意思很像。的无生法忍，我们在佛寺念诵里头啊，有一句讲到无生法忍的境界：花开见佛无生。啊，花是莲花，莲花开了，就是你在莲花里头转变圆满成就了。啊，花一开，现的是什么相呢？七地菩萨的相。这是什么身呢？是报身。啊，不是应化身，报身。报身的相跟阿弥陀佛的相一模一样。啊，应化身的相，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此地众生而说的32相80种好。我们知道宇宙之间很复杂，无量无边的星球，无量无边的星系，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不完全相同啊。我们这个世界这种根性的人认为32相就最好的了，佛就现这个相给我们看。啊，我们相信有世界，佛报比我们大，心地比我们清净，啊，决定不止32相。啊，甚至于320相。3200相，可能的。啊，报身佛，师尊在观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不是32，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头都有佛菩萨
在活动。啊，经典上讲的在佛事，在做佛事，佛事就是教化众生的这些现象，你都看见了。佛在那里讲经教学，啊，无量菩萨在那边学习，就在阿弥陀佛身体里面看到的，这是报身啊！啊，那么这样的身，佛不常讲啊？为什么呢？讲了人不相信。啊，对谁说呢？对地上菩萨说。啊，也就是初住以上。我们一般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对这些见性的人来讲没问题。他们知道。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注解：是名极乐无有住恼也。啊，极乐世界没有烦恼。至于摩斯呢，秽土众生，一念佛故，尚能免除，何况生彼净土？啊，魔境。先前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早年我在加州，啊，有一个同学干过事，啊，他的母亲。我在台中学教十年，他护持我，啊，他找了他的一些佛友，跟他常常往来的，啊，每个月给我寄150块钱，我在台中的生活费用，十年没间断，啊，大概他是找15个人。一个人一个月10块钱，啊，所以这很容易，啊，大家都欢喜，我在那安心学习，啊，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在学校里教书，他告诉我，有一次他租了一个房子，这房子鬼屋。啊，他原来不知道。啊，到晚上12点钟，鬼就来了，出现了。啊，来之前有气味恶臭，很难闻。啊，一闻到这个气味，就鬼出现了。啊，这个鬼大概是他冤亲债主，是要他命的。他看到就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那鬼就不敢进来。啊，距离大概是2公尺的样子，很近啊。啊，距离2公尺，他就不能进来。不念呢，他就靠近了；念的时候，他就退。啊，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非常可怕，很恐怖。念到天快亮，他走了。每天晚上都这样。所以你为什么不搬个房子？哎，他说好事情，他逼着我念佛。啊，我不念没有办法，逼着我。啊，他对我是个正常人，他就不怕，就有那么大的胆量。啊，以后我听说他出家了，在台湾出家了。啊，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
大专家族。啊，他妈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啊，好像是念高一的时候就参加大专家族。啊，就是跟我就很熟悉。下面呢，引摄往生经里的话，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生愿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吝卧鬼卧神得其便也。这个话是真的。啊，那我们就得问了。甘桂水修得不错，从高一就接受大专讲座的熏习。啊，到他大学毕业。啊，到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啊，平常跟着他妈妈，母女相依为命。啊，为什么还有这个鬼来找他？那护法神呢？护法神为什么不出来干涉？啊，这个鬼跟他肯定是有缘分的。啊，只有有缘分，鬼神才有特准。啊，就像一般附体的鬼神，附体不能随便附体。啊，附体那个人跟他有缘。他附他的身可以，附别人身就不行。啊，那他就要受惩罚，要受处分。啊，也就是等于说批准，他跟你有缘，你可以附他身。啊，即使附身，说话也都不能随便说。通通经过道道关卡的批准的，啊，不是想附身就附身，不可能的。一般附身目的都是透一些因果报应的信息，让我们对于这桩事情逐渐晓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日常修行当中，对因果就决定小心谨慎了，不敢违背因果。啊，知道果报可怕。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全是自作自受。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那么又，此土修行，若生魔障，则以念佛制止。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遇到任何魔障，通通用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一心专注在佛号，心就定了。啊，心定的，心清净的，魔障就离开了，就消除了。啊，所以这是对治魔障最好的方法。
什么都不要想，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那么这一句话，见直观九之二，这个字都是有来源的，不是黄念老随便说的。又净土修正义里的书，实诚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以无蕴生死迷暗之法为鉴呐。这个实诚理观，有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理由，摩诃直观里面说的，也就是实诚观法啊。此时通明成者实诚。尘是比喻，尘是测量运输的工具运载之意，如世间的车尘堪能运载，盖言修行之人依此设法修持，则能运出生死之苦海，到涅槃之彼岸所以就是有十种观法修直观的，天台宗的修直观用这些方法。天台自从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第三代吧他修念佛法门往生西方净土，所以以后天台宗的祖师最后都是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在最近看到的地贤法师，天台宗祖师念佛往生他底下一代谭旭法师大陆解放之后，他到香港，晚年就住在香港，在香港也是念佛往生，晚年完全劝人念佛生净土锅炉匠那个徒弟就是他教的常常用他来勉励念佛人一句佛号念到底三年就圆满锅炉匠的成就也就是六个字，老实听话正干能具足这个条件的没有一个不成就所以近代学天台的多半都是年轻的时候对念佛没信心，到晚年之后都归念佛了。为什么？实诚观好不容易修可是这些都是佛菩萨说的，
我们应该知道，素至实者啊，有修观之人，上中下根不等。如果是上根人，为观粗就是第一个，不思议尽，即得破惑显理，就是破迷开悟啊！啊，那什么上根人，中下根人就不行了。那么其次者呢，于粗观。观法修之不如，那就得用第二发心，乃至第八对之助开，方能破惑显理，这才能开悟。啊，所以开悟不容易啊！啊，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呐、啊。啊，那是为什么不能？实际上很简单，烦恼习气放不下，这就是障碍。啊，谁有本事把烦恼习气放下？一切经教，佛菩萨都教我们，啊，真正想学佛。想了生死出三界，从哪里下手？从破无见惑下手，从这入门呢、啊？大小乘都一样啊，见惑三界八十八品啊，八十八品太多了，世尊慈悲。把它归纳为五大类，让你好记，你容易下手。这个五大类呀，第一个就是身见，就是身体肉身。你能把这个放下，啊，真正知道受身不是我，我不是肉身。啊，这个肉身应该怎么说法呢？我的身体，啊，是属于我所有的一样东西，像衣服一样，我的衣服，要把它这样看待，不能把身体看作我。啊，为什么？我是不生不灭的，身体是有生灭的。啊，所以身体确确实实不是我。你要好好利用它，借这个假的东西修真，叫借假修真。这个身体是假东西，啊，也不要去糟蹋它，啊，也不要过分去照顾它，啊，这都是错误的。啊，一切随缘就好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身见破掉了，其他的五种就容易了。最难的是身啊，不再执着身生活了。其次就是边界，边界是两边，我们今天讲对立。啊，真跟假对立，邪跟正对立，长跟短对立，大跟小对立，啊，这叫边界两边，啊，正妄邪正，啊，众佛跟众生，这都是属于对立的。对立的概念是假的，不是真的。
要是打破了的话，整个宇宙跟自己就一体。然后除掉的成见，这我的主意，我是怎么想的，这都是错误的，我都没有，哪来的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想法全是假的，这叫成见，成见有因上的成见，有果上的成见，所以。在见惑里头，把它分开了。果上的叫见取见，因上的叫戒取戒。这个统统要放下。最后就是，凡是错误的之见归纳在一起，叫邪见。就是说，你把事实真相看错了。这五种都是错误的看法，你把它舍掉了，见惑断了，见惑断了，小乘真虚陀万国，大乘初心位的菩萨，这是最低的，但是真正佛陀入门的弟子。好像办学校，你是学校正式一年级的学生，小学一年级学生，不能不承认，你是我们学校学生，没有拿到这个地位，是在门外，没进门。我们自称为佛弟子，佛不承认，这是准备入门，还没进门。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要是搞真的，不能搞假的。欧耶大师身份没铺路他写的《阿弥陀经要解》。文字不多，薄薄的一本，9天完成的。他后头有个跋。印光大师对这部书赞叹到五体投地。告诉人，届时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是赞叹到了绝顶，没法子再赞叹了。法前人之未法，这法是法名，讲得透彻。古人弥陀经注解很多，没有他讲的透彻，没有他讲的清楚。没有他说的那么肯定。你看他的这个注解，那真正是经中第一经。他自己受了比丘戒之后。退比丘戒为什么呢？生在末法时期，他出生在明朝，崇祯年间，过世在清朝，他一个人两个朝代，所以说他明朝人行，说他清朝人也可以戒律没有了。这个就是他说的，他也是研究戒律，对戒律是内行，是专家，不是外行。
啊，他的研究，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啊，真正比丘必须要十个真正比丘才能传戒，你才能得戒。那不是真正比丘，就是有形式没有实质。啊，所以他受完戒之后，把比丘戒退掉。啊，知道不能得戒，不敢称比丘的名字。啊，名实要相符啊！啊，不是比丘称比丘，这是大妄语啊，这骗人的。菩萨戒他做到了，沙弥戒他做到了，啊，道道地地的菩萨戒沙弥。啊，他的著作里是《菩萨戒沙弥》。啊，因为他自己是菩萨戒沙弥，他的学生有他的徒弟诚实法师，啊，欧耶大师的著作能够流传下来就靠诚实。啊，诚实把他刻板啊刷印流传下来。啊，诚实法师自己著作了，写他的名字是出家优婆塞，啊，都不敢称沙弥，老师是沙弥，自己觉得沙弥做不，沙弥戒没办法做，啊，出家优婆塞，优婆塞是在家居士，守五戒十善，啊，他能把五戒十善做到，啊，出家了，出家优婆塞。古人对这个名分很重视，不敢僭越。我自己没有到这个程度，不敢说。不像现在啊，啊，现在人太过分了。啊，这个是现在人老实好学真干，比不上古人。啊，那么佛法里头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特别法门，就是净土。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念过，啊，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后头有一句，唯除无逆十恶，回报正法，啊，这一句文，古大德有不同的解释。唐代以前有一些大师看到这个经文，啊，他认为是真的，无逆十恶，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谤佛谤法的这个罪很重，无间地狱的罪。可是善导大师说了，啊，善导大师说，世尊为我们介绍这个弥陀的大愿，啊，这个一句是阿弥陀佛说的，还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也许是释迦牟尼佛加上去啊，这个啊，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加上去，什么意思？
这个罪是一切罪的最重的，是堕无间地狱的。劝人呢，不能造这个罪业，那这个罪业太重了，是这个意思。不是不能救，啊，真正造了，你真正忏悔、认错，后不再造，念佛、阿弥陀佛，还是摄受，还是会接引你往生。啊，古德举这个中国古人的律法，啊，制定法律，法律条文非常严格。啊，用心是什么呢？用心是叫你看到法律条文不敢犯法，是这个意思。啊，真犯了法呢？真犯了法判刑的时候，要尽量的从宽。啊，人有爱人之心，啊，总得想尽方法把他的心往下减。啊，减到不能减的时候，这才定心。啊，所以即使犯法的人，对于法官心里存感恩之心。啊，实在没有办法了，犯罪的人要知道我罪因所得，对于这个审判官的时候没有怨言，啊，没有怨恨，还感恩。他已经尽到他的心，啊，是我罪因所得，那没办法，啊，这就是制定法律要严，制法的时候要宽，啊，这是义，义是合情合理合法，啊，你看古人的用心呢，仁慈。那么上根人容易啊，根利，心地清净，善根深厚啊，他修这个不难。那么中下根心就不行啊，他必须要用第二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一段文全部记录在此地啊，第二是发真正菩提心，第三是善巧安心才能够破惑显理啊，故直观大义里头说，上根为一法，中根呢二到七，下根呢十个都具足啊，又为知妙经，为九成之本。趁本修久啊，方堪入于初住。是故悖论此事成也。啊，真正开悟了，破惑显理，才是初住菩萨。啊，那么这是天台，天台是大乘。华严法华都是一乘大经，所以他们讲的初住是原教初住，不是别教啊，也就是禅宗所说的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是这一个等级。那么不思议境，这是第一个。这一条，这个经叫妙经呢，是九成的，这个十乘观法是九成的根本。所以上上根人呢，在这一条里面就大彻大悟。啊，根性不利的，再用其余的九个来帮助你。那么这一条非常重要，一观不思议境，观是能观，境呢是所观。啊，所观者何呢？你看什么呢？啊，观什么呢？不出色心。啊，实在讲呢，就是底下这八个字。色从心造啊，全体是心啊。我们的境界，你眼所看的，耳所听的，啊，念头所想的，六根对外面的境界，这个境界跟你讲真话啊。色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哪里来的？心造的。啊，念头变现出物质，这个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不能不相信佛说的，怎么可以不相信呢？啊，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佛所说的，我们对他里头有问号啊，有怀疑啊。这就是障碍啊！古人注解也是引起经文这么说的啊。这一些文字我们非常熟悉啊，我们也能说出来，可是总是疑惑啊，物质怎么从心来？啊，那我一悟就完全被破掉了，就讲不通了，全是假的。啊，一直到近代二三十年，量子力学家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这个疑问没有了。啊，这个疑问没有了，不是我们真的。我们看科学报告啊，科学这个报告佛经上提到啊，不是菩萨，这个要上要八地菩萨才看到啊。科学家不是八地菩萨，佛说了，用第六意识，八识里面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最大，几乎没有障碍。对外就是想念头，对外面能想到宇宙的边缘啊，对内呢能缘到阿赖耶啊，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向、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转向就是念头，业相是动，就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业相啊，这个就是宇宙的起源呐、啊。这是科学啊，科学跟哲学就是找这个东西啊，宇宙到底是什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发现啊？
佛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啊。啊，所以这个佛经这一部分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佛经上用第六意识可以达到的境界，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果然被今天科学做到了。啊，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圣人是禅定功夫。啊，定中时间空间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宇宙之缘起，亲眼看见。在哪里呢？就在眼前。这话真一点都不错。啊，那我们看的科学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这是一个研究量子物理学的。啊，他一生他真是一门深入，长时学习，专门研究物质是什么，想把物质的来源找出来，用的方法跟佛经上一样。啊，佛说是用分析的方法。啊，佛经上讲的，从牛毛尘开始，啊，一根牛毛，牛毛很粗啊。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小的尘土。啊，你怎么转，它不会掉下来。啊，叫牛毛尘。眼睛好的人能看见，有一粒尘土。啊，它为什么呢？它有吸力，就地心吸力。啊，这个牛毛有吸力，把它吸住了。从这个地方开始，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啊，羊毛比牛毛细，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肉眼看不见，肉眼可能兔毛尘都看不见。啊，这个七分之一叫水尘。啊，水有密度，但是在显微镜的观下，它有空隙很大。啊，水还是有空隙，这一粒尘在水里通过，没有障碍。那水尘，把水尘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金是金属，金银铜铁，这个密度大，但是还是有空隙。啊，它还是从里面空隙，它没有障碍，它可以通过，那叫金尘。啊，金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我们在想象当中，应该佛说的。这个微尘就是现在所讲的电子啊，这个原子啊，80多年前发现的，那个时候科学家认为是物质最小的啊，科学不断的进步，仪器不断的更新啊，把这个微尘打破了啊，金尘七分之一，这是微尘啊，微尘在打破的时候，色聚即微，应该是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夸克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发现很多，基本粒子有50-60种，夸克也有很多种。这都是算极微之微啊，这色聚即微，色聚即微，
再分析，啊，一直分下去，分到极微之微，啊，也叫极微色，就再不能分，再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这些科学家真有本事，啊，分到最小的叫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啊，一粒微中子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100亿个微中子聚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是绕着原子核里头转的，啊，再不是大爆，大爆物质没有。那我们就证明这个东西就是佛讲的极微之微，没有了，没有了，看到是什么呢？是念头，就心啊，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我们把它看作物质。这个发现之后，这是科学上一个大的革命啊。这个最近还没有被全世界科学家承认，所以叫做前卫科学啊，大家还没有完全承认，还在找证据啊，证据十足，大家承认了就没话说了啊，他们提出来物质是假的啊，根据这个研究，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只有念头。啊，念头怎么来的？念头是怎么回事情？啊，这再进一步。现在晓得，物质是从念头变的，所以提出一心空物。啊，这最近科学提出来的，就是用念头意念。可以控制物质现象，现在都在收集这个证据啊，他们找什么证据呢？现在全心全力在找病患啊，医院里面得到重病的人，医生不能救了啊，宣判他存活的日期啊，只有几十天了，一两个月了啊，甚至讲只有一个月啊。那么这些人里面找有宗教信仰的啊，他知道他自己时间到了，非死不可了啊。有一些真正的教徒啊，天天做祷告，把什么念头都放下，什么都不想，连身体病不病死不死都不想，天天祷告，希望上帝带他到天堂啊。他们找这些人啊，居然有些人的时候奇迹一样的啊，两三个月之后还正常，再去检查并没有了啊，怎么回事他没有了？这就是念头，念头把它改变过来了啊，所以证明念头的能量不可思议。我们的念头散乱，胡思乱想啊，所以它力量显不出来。如果把它集中在一起，这不就叫修禅定吗？啊，佛经上讲的智心一处，胡思不凡啊，能够把念头集中起来，它就产生巨大的能量啊，像光一样，光是四面照啊，一张纸它都透不过，如果把它集中在一块变成极光，钢板都穿破都穿透啊，那念的这个力量比光的力量大太多了啊。所以科学家得到一个结论，
念头真正集中一处，那个能量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可以帮它改变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所以对自己身体，身体是物质，物质现象，身体的病毒了，产生病毒了啊！意念转过来之后，这个病毒自然就没有了，就恢复正常，他病就好了。所以并不是什么奇迹，念力产生效果啊！这是最近发现的，他们收集的证据很多啊。那么在国内，前几年山西小云，大家都知道，有40多个病患癌症末期。啊，他们是念佛，2-3个月之后，全部自然就好了。啊，大家认为这是奇迹，这是三宝加持。没错，是三宝加持。啊，因为他叫你念佛，把你的念头转移。啊，你不念病，就怕念病。没有病念病会变成真的生病啊，有病不念病，病自然就好了。这就是色从心造啊，全体是心，整个宇宙什么，整个宇宙是心变的，像什么，像梦一样啊，梦中境界你说是不是心变的？梦中境界全体是心，一醒过来梦没有了，不见了，真的人要觉悟了，一下醒过来了啊，觉悟了，六道不见了，就像一场梦。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你醒过来一看，哎呀，这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哎，都是这些人，都跟这些人在一起，这是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啊。但是四圣呢，它还是个梦啊。四圣是清净的净土，我们六道轮回是染污的，苦不堪言啊。那个地方虽然有苦，好太多了，我们这里什么三苦八苦的时候全没有了啊。所以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的。你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没有执着，六道就不见了。啊，四圣法界从哪来的？四圣法界起心动念分别来的。啊，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四圣没有。所以佛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化了，科学家完全把它证实了啊，整个宇宙啊就是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宇宙多大，心多大，宇宙就多大，没有边际的。就好像你做做梦，梦中境界没边际啊，真的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你真了解之后，事实真相可以受用，就像做梦一样，千万不要有个占有。为什么？不可以，不能占有啊！连自己身都不能占有。啊，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电视里面东西一样你都拿不到啊，你可以欣赏它啊，你不能占有它啊，你不能支配它啊，你也不能控制它啊。把这些念头去掉，你的心就自在了。
啊，你想控制，你想占有，通通是造业。啊，造的这个业，业就变现出境界。啊，所以菩萨知道事实真相，不造业。啊，知道它是假的，知道它是幻象，知道它不可得，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可得，自己的念头也不可得。啊，全体是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真心是什么？自性，真如本性。啊，这个东西是真的，它没有生命，不生不灭。他不变不移，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出他的样子。啊，他说的简单，只讲了20个字。啊，心是什么样子？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他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20个字。啊，五祖一听，真的，真开悟了，衣钵就传给他了。啊，他就是第六代祖了。啊，那个时候，慧能大师24岁。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把见性的样子说出来，他讲的详细，慧能大师讲的简单，内容完全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全体是心，说的那么详细，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20个字，20个字展开细讲，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把它简单的说浓缩来，就20个字，都讲清楚了，都讲明白了，啊，没有漏失掉。啊，他们误入境界完全相同。观不是一境呐，那就是观华藏世界。啊，观大方广佛华严呐。这个当然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没法子。啊，故经云：“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住。”啊，用一心作心，也有经论上讲一心造，啊，制造的造都可以，都讲得通。啊，这个一心不是妄心，是真心。啊，真心能现，能生能现，阿赖耶呢能变。啊，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是阿赖耶。如果阿赖耶没有了，它就不会变了。不会变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是心现。样子，设法界跟六道轮回是阿赖耶把它扭转了，把它变了。啊，没有心现，它就没得变。它变什么？啊，就是他把它扭曲了。那么我们把阿赖耶
放下，转识成知，那个境界就是十报土，十报庄严土出现。所以十报庄严土它不是生灭的，里面一切法都不生不灭。无量寿永远年轻不衰老。它是发性身发性土，我们今天的身要记住阿赖耶的相分，就是物质现象。我们认为的心，我们能够思考，能够想前想后，我们的心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的转向，通通是属于阿赖耶的。所以它能变，它不能现，能现的是真心，能变的是阿赖耶。我们现在所用的真心跟阿赖耶混合在一起，我们只知道阿赖耶，不知道真心，叫迷失真心，把妄心当作真心，错就错在这里。现在明白之后，我们尽量的要把妄心放下，把真心提起来，这就叫真修行。可是这个妄心呢，用成习惯了，无时间就用它，习惯了，不知不觉它就，它还是它当家做主。那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念佛法，一心念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妄念妄想，就是阿赖耶，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起作用，我们的心恢复到清净平等，这样就能往生。往生没问题，见性不行，不能见性，见性一定到极乐世界才见性。那这就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真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恩惠呀！要靠我们自己转识成知，可不是那么容易事情。真的要无量劫那有这个人帮了忙，让我们在莲花里头去转变了。所以这个法门一定要相信。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比舍城观来得快，来得容易。舍城离观非常不容易修。所以天台祖师，这是阿弥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为了度末法时期众生，他用念佛的方法，他带头。给我们做榜样末法除了这个法门之外，任何一个法门你可以学，你不能成就。我们再往下看，皆众生日用现前就是我们先前的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一根对称，所起一念之妄心，尽随心转。这个妄心就是阿赖耶此心。即全真成王，这是讲六道众生的先前状况，确确实实能变现的是真心，就是能现能生能现的万物的这真心，让万物产生变化的是妄心。全真成王
真妄合合。我们要在这个里面认真，不要认妄，那就是菩萨了。所以今现在叫你什么呢？达妄即真，晓得妄就是真。啊，古人有个比喻，比如精跟精气。啊，精是真的，气是妄的。为什么？真的它不改变，啊，黄金它不改变。啊，气呢？我要个戒指，做个戒指；要个手镯，就做个手镯。啊，手镯可以变成戒指，戒指可以变成手镯，啊，那这就是八识，是金不变。啊，不管你怎么去认，它不变。不变的是真的。啊，所以心，心是一切法的体。啊，心没有形象。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六根缘不到，你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你想也想不出来。啊，它真存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那我们讲经常常呢，面对着电视荧幕，我把荧光幕比喻作现，它能现。啊，里面的变化呢？那是实，它能现，它不能变。啊，所有一切变化是妄心。啊，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啊，全是妄心在做主，妄心在作祟。啊，我们在六道众生很可怜。全部被阿赖耶摆布，啊，你一点都没有自由，啊，他在诱惑你，他在让你起无量无边的杂念妄想，啊，这些妄想就叫你造业，业就感六道轮回，现六道轮回的幻象，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所以你要把它看清看破，啊，然后统统放下，啊，最有把握的，最方便的，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个地方是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啊，到那个地方不但轮回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在那个地方一直向上提升到成佛，啊，成佛回归常寂光，啊，这就算毕业了。啊，今达妄即真，达是通达，知道妄就是真，啊，知道气就是净。啊，金在哪里？气就是金。即此妄心呢，具足诸法，无有缺欠。无有缺欠怎么讲呢？这整个宇宙是妄心变现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变现出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的样子，你能看到，啊，无有缺欠，即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啊，非疑，非疑，不前不后。玄妙极绝，非实所实，非言所言，故知此心为不思议境也。这个不思议境，就是说的这个心，啊，这个心
真心跟妄心融在一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在一起。啊，这个十乘观里面讲了许多一切法的真相，我们即使不能理解，听听有好处。你有这么一个印象，啊，他讲的全是真的。啊，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慢慢自己把它证实。啊，我们对佛法真诚恭敬心自然会升起来，啊，才知道佛真正了不起，啊，世间人没有能够跟他相比，啊，但是佛说了，我们跟他没有两样，我们在迷，他在悟，我们觉悟了，跟他完全一样，啊，佛法真的是平等法。啊，没有高下。好，我们就休息到此地。